是二万 SE Rise。篮球吧，篮球、足球还有游泳，篮球、橄榄球，目前还有射箭。我自己就是除了跳舞，其他关于其他运动都一窍不通。然后，那你要说最喜欢的运动的话，应该是电子竞技吧？最喜欢应该是很多，最喜欢的运动就很多，反正所有运动我都喜欢。摩托竞技算吗？最喜欢运动电子竞技，足球，羽毛球。我最喜欢的运动蛮多的，比如说打篮球，比如说滑雪，比如说玩滑板，对，都是我特别喜欢的运动。很多很多，篮球啊，乒乓球啊，网球啊，很多球类我都喜欢。我最喜欢打篮球。打篮球吗？就选个洛洛，因为他菜。张元奇和周震南，因为他们说我菜，我要证明一下我自己。但想选他一起吧，大家可以组很多队伍。然后希望可以跟团里面的好朋友一起去开黑。和任豪，因为我跟他就是都喜欢。想和我们团的 everybody。和洛洛，因为他以前是校队的，但是踢的菜。都行。我可能会想和姚谦一起吧，对，因为他可能他的一些运动的一些喜好也跟我比较像，然后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会说，就是想去干什么干什么，对，然后他有很多的一些爱好也和我蛮像的，对，所以就有机会的话会和姚谦一起去做一些其他不一样的事情。会选择跟燕许家一起去尝试蹦极或者跳伞，因为燕许家很害怕一些极限运动，所以我想带他去多尝试，提升一下他的胆量。最想和刘野去尝试这个运动吧，因为其实打篮球的话，我们团也有挺多人打的，但是刘野的话，就因为也没怎么看过他打这种比较大型的球类的运动，就想看一看他打球是什么样子。